我又不是那些漂亮那邊都說他買我女兒為他買我都說的你不用試走過廣州市你住另外一代人一輪原本過來一反應他定在那裡你那前面那條路多難走我推著那部車仔光大衣大照漆我沒有休息的只有休息的人會去一輪路庫所以今時今日走路那一步個個行那真材實料那比較心去做你七遍台水用電煲用電沒有好南方的靚的所以台水一定要明鋪我們燒氣一個月要七八瓶氣不是計較你賺 最要整出個效果好料又要靚湯又要靚又要靚我都話你送嘢嘅貴咪貴啦我唔在乎你貴最要靚但是而家要入得自己嘅口覺得行我哋幾乎人人都好受歡迎芝麻糊一定要落豉油嗰個豉油係我哋早前嘅第一個兄弟嘅話咩都係只要你肯去做千祈冇難失敗就成功之母